师，阿吉萨利好。你好，凤叔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哇，今天要做这一道，连我都很想要学，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很爱吃，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各种做法啦，但是这种做法是应该是最标准的，应该是阿吉师五星级的料理。对了，因为今天这个东西呢，啊，一般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说，让人家吃得很腻。哎，对。哦，啊，你家都无冷水，都开始做味啊，你。所以我们把如何吃的好吃又不腻的经验呢，跟婆婆妈妈来分享。好了，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呢？哎，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潜艇沙拉里面的马铃薯沙拉泥。马铃薯沙拉，是的，对不对？面包一夹，哇，多好吃啊！对对。然后来看看怎么做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哈。哎，这物件妈妈一定爱记一个撇步哦。你切什么的啦？地底下根茎类的东西一定要带皮针哦，因为带皮针的时候，你的营养元素才会照起。啊，你别照起的时阵哦，你一定回来切，加减啊，切掉也好，蛋糕也好，有一挂水滴嘛，别直接去滴下来滴。啊，你的马铃薯泥加起来特别味道比较丰厚，看到？特别讲焦脆起，对对，甜度都不对啊，甜度在的时候它就很干爽，所以说很干爽的情形之下呢，我们就依靠外来的一些佐料，它那会有乳化效果，它会有勾芡，啊勾芡，啊勾五层次感，哦，啊所以说你才在那个我比讲去点我个几只味啊，嗯，来贴出来，来。马铃薯沙拉有这个吗？这个是地瓜，番茄哦。对，为什么要放这个？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凤叔，马铃薯本身跟它一个原味，淡淡的。嗯。但是你掺番茄落去以后，会感觉马铃薯给重甜。哦。而且呢，这里那个哦，那个是用来解腻，就是我们一般市售 supermarket 里面都买得到的那种黄色的酸味的芥末酱。不要那组合，好好来来，好，来我今嘛水咖喱哦，和你边挂嘛，镜头看有啊。哦，真的。好来，因为你讲看无啊。对啊，因为平常真的都是这边而已啊。好来，我今嘛煮点马铃薯吼，这种龟裂龟裂的吼啊，迄个挂皮都切实啊，皮抗掉吼，来，真简单咯。啊，就这样。手安尼切切的，安尼就好啊。哦。安尼就出来吼。哦，很快，哎，很快哦，妈妈哦，很快。按你记得哦，为了别夹起来对有层次感哦，你不要把它揉成泥状哦，揉成泥状就糊糊的，对对对，就没有口感了哈。好，捏一下就好了。对，捏一下就好了哈。它有一件有两层，一定别说搞，等下来再处理哈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安尼就搞掉。哦，好。好，嗯，安尼啊，你甲看吼，今天这么搞吼，啊你一帮咧，伊就生气啊吼。这个番薯嘛，同款。哦。好啊，咱拢清气清气啊，安尼吼。哇，好容易哦。啊，你清起来得啊。哦。啊，妈妈，咱即把注意看哦，麻烦你凤叔吼，你就这样子拨，把它拨散了，哦，你去拨散。然后我这边这个胡萝卜嘞，来胡萝卜嘞就没有办法压了，我们把它切小一点哈，嗯。胡萝卜纤维就比较粗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它的量不必太大，只是让它营养元素更均衡一点哈。妈妈也给阿兰朵阿内先切条状，啊，切四方丁，哦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很好，大师，美拜今后是盖稿，对边啊哦，后来哦，哦，哇。颜色就变漂亮，三个颜色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妈妈看一下，打开也闭的哦，10:1的量就可以了。这么少就可以了。哎，安尼就好。是马铃薯跟地瓜。嘿嘿，啊，今嘛过来吼，来注意看吼。我今嘛加有一碗白色的，一碗黄色的，这是什么物件？猪血的鸡卵。啊，那这个怎么这样？这个是里面的蛋黄。那它对，啊，咱都这真简单，猪血的鸡卵吼。咱即马都甲白白的以后，两千空开，两年就闭安尼啊。哦。啊，甲妈妈报告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两年会遮水呢？对啊。因为这个两年嘟嘟啊好煮，嘟嘟啊好食，没有煮过老啦。不能太老，太老变白。变黑。哎哦，因为蛋黄本身外表跟空气结合，啊，固在安尼。你若滚水蛋落去杀吼，大概5分钟就好食啊。哦，啊，你一掰开以后，伊就安尼。水滚算5分钟。对对对，啊，冷清你就凊彩倒。好来吼，像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倒入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好有层次哦。哦。
哦，安尼就好啊吼。啊，即卖你买了后咧，来，咱这就是一般市售的沙拉酱。沙拉酱。好，来。啊，咱这免掺咸，因为这拢有够咸，有够甜啊啦吼。好。后来啊，你留下个调节，让它有粘性就好。哦，好。啊，这叫咧旁边就弄出来啊吼。后来啊，这酸芥末和落来吼。芥末。这个进来以后呢，有一点微酸微辣啊，它会解腻。好。后来啊，放出来。我来补充一个动作哈。好。妈妈吼，他都放出来那些辣椒，辣椒片嚼的时候喏，你起码两个动作安尼背。不要再压了。不要再压了，然后让它整个的。手触动的质感哈，有感受啊，那就好啊。哦，好。啊，基本上咱即马这个动作都算完成了哈。哦，好。完成了，啊，完成了后咧，来咱家这个内底鸡卵磷色最正好看哦。对。先放一半。哦，好，可以了。先放一半哈。一半。啊，即马过个加内底，这是上肉尾就这样。所以最厉害是里面加了那一点点芥末解腻。解腻了。对对，还有加了我们的地瓜。对对。汤雄梨。对对。啊，我即马。锅入来以后咧，我都安尼先甲剁剁哦，碎碎。西式的自助餐有没有？其实都会放这个。对，啊，咱今仔日干那是一个真简单的沙拉尔啦。是。你面顶啦铺鲍鱼都变鲍鱼沙拉。哦。你把它弄烫熟的带子，烫熟的墨鱼，还是蟹管肉，就变海鲜沙拉了。哦。好。这个很 OK 的。嗯。后来啊，咱今嘛来冲火蟹啊，唔好。对。冲火蟹来。这塔多啊，这有啊。哦。好，咱今嘛出一锅哦。淋上去，它有黄有白，对，哦，那我调一个白粥块下油了哈，啊，留下它搓起来好妈妈，对啊，这样搓起来哈，它无压力哈，对，你调了两个颜色哎，哦，好，啊，那金丝叶一个沙拉就好食啊哈，哎，哎，来哦，哦，配上面包，你看，丢，有没有很怀念？有没有？这个哦，马铃薯沙拉面包几乎是我们的五六年级的共同回忆，对不？对。哦，不止五六年级，我觉得是三四五六七年级的回忆。今天大家都就爱吃哎，台式的面包，对吧？嗯，真的美味。那今天这个很不一样哦，因为以往的共感味。嗯。啊，我们因为没来这不够哎，它没有那滑口的效果。是。可是如果太多了又味。很腻，加地瓜哦，地瓜有黏多糖是不？丢，它是有黏黏滑滑入口，遇到口水会化那个丢，因为代替美乃滋那个感觉。因为以前我这个量，大概那包都加下去了，太多了啦。对啊，你刚只加一匙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用一颗地瓜，你看可以减轻多少热量？一碗油跟一颗高鲜地瓜，妈妈还是加地瓜吧，丢不？丢了，丢了，阿丽娜。妈妈有时间伫厝啊，你做做好一盘吼，你今日要请人客，你就上龙虾蟹啊、青宝瓜、龙虾沙拉就上来了。哎，哦，了解了解。所以妈妈学起来试试看，记得加地瓜，这是今天很重要配方，再加一点点的黄芥末酱，该无，这样就非常非常好。